阿珍，你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哇，这就是思源堂。我们要成亲，你们就是今天第一对求姻人，且让我一看，一看便知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 这儿就是思源堂啊！你们这儿的好缘分我都要了。良缘可遇亦可求，但敢不成心少打。最后一位，眼观六路尘缘事，现千八方有情人。你也想找到自己的缘分吗？求缘人把最近半年的号都取完了。 今年业绩肯定不错。听说上面最近要来考核，天天朝五晚九，可不能忙中出错。明天的预约，这资料怎么还是空的？小兰，资料马上去调查，先做原本投诉可就麻烦了。